我们真的掌声欢迎宜晨，欢迎他。哎，同学早安！哎，注意保暖哦，天气冷。同学早安。早。哎，天气冷啊，注意保暖哦。哎，小君，你怎么会来学校？你不是请病假吗？你身体很健康。不是啊，我听说你得癌症哎。你不是？对啊，是今天要化疗，我有没有记错？啊，不用化疗了，你没有癌症了。哦，医生误判了。哦，老师本来想说哈，因为身为班导师嘛，你会化疗啊，会掉头发，老师很担心你，想要陪你，所以老师已经把自己剃成光头了。两个胸部肿大吗？医生没有说什么吗？哦，他说你胸部好大。哈？哈？什么叫做？什么叫做？老师没关系，我再陪大家一起剃光头就好。你要不要听听看你自己在讲什么啊？啊？你在讲什么？啊？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。我以后要怎么唱这首歌？什么叫做老师？你是不是一副希望我得乳癌的样子？老师。好了，没事了，老师跟你道歉好不好？身体健康就好了。好，你回去吧，老师自己消化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回班上哦，那边的光头会受不了的。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有种沉重。他每次都带来类似这样的作品的。对，嗯。百感交集，又有点感人，然后又有点沮丧，而且有点，但又非常好笑，感觉有点对危险的感觉，对，他乱斗有种危险的感觉，会有感觉到这种，但我还蛮喜欢的。先订阅再走，拜托。啊，先订阅！我来了，我在，我靠，我不行，再过来！哇！哇！我，你干嘛？你还恐怖？